师，就是我们知道您就既能写那种技术性很强的哲学教材，然后也能写哲学随笔，然后哲学随笔其实非常受欢迎，包括您的书里面的一些话也会被大家摘出来然后传播。那就是您作为作者来说，您写哪个东西会让您感觉到就是您更喜欢，然后就是这个作品出来之后哪一个您会更满意，有评价？这么说哈，我理解我干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我理解我干的事儿是，好想问题，所以也有很多爱想问题的朋友，大家就爱聊。聊完了呢，因为我这些朋友呢，可能他们各有各的事儿哈，就是他们想到一半儿，他们去得有事儿就回去干事儿去了，因为我啥事儿都没有。我就接着想，那这样不断的去想呢，你就需要，因为前人也想过这些问题或类似的问题，那么你去读书，读书你就会进入所谓的学术这块啊，就把你说的技术性强。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不是特别学术，就是那种特别纯的学术对我吸引力不是太大，就是完全文本的那种工作，我不是，对我吸引力不是特别大。那么我觉得那些帮助我思考的，我就爱读爱去想，大概是那样。这两部分的写作，满意呢？我这么说可能有点矫情，但是我很少写出过满意的东西，除非它很短很短。就是也200字啊300字啊，可能我还说得上满意。大一点东西，没有太满意的。之所以还发表，是因为很多很多原因，绝不是自己感到满意发表。但在两个里头，哪个少不满意点，哪个不满意的程度低一点呢？那我会说，可能对一般公众写的容易写的稍微好一点，因为它一般那种都很短，很短的。你比如像我给新世纪写这些文章啊，写这些文章，一篇文章4000字吧，或不到，可能我会写一个礼拜或者怎么样，这样就会反复的看啊写，这样可能遗憾就少一点。那种比较大的书，虽然我也很用功，就是一写2年啊3年，但是写出来总还是有疏漏啊错误啊什么什么的，但总来说都不怎么满意。您的随笔其实受众非常多，就是即使不学哲学的很多普通人都会读，您有跟您的读者交流过？这个出乎我的意料，我高度的喜欢跟我的读者交流。事实上这个当场 off the record 哈，就是要不成给自己做。我星期二，就是今天是周六吧，星期二我就会在我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流，就是一个高端读者，就这读者本人已经是一个比我名气大得多的人了，但他读的这个书呢，他觉得有好多问题哈，他就有好多问题，他就想来要跟我掰扯掰扯这些问题，或者客气一点来问问这些问题。那么他又特别怕耽误我太多时间，是吧？因为他这人就很细，他就想，我说这样吧，我就开到我的那个，开到我的课堂上来吧，是吧？就是让学生也受教育，就是他怎么提问题的等等。我不是有很多机会能够见到我的读者，但是有机会见到的时候，如果他们愿意批评的话，我当然是太愿意听了。你刚刚说出乎意料自己有那么多读者，这当然是。之前的预料是什么样子的？对，之前的预料，一般来说呢，我比较设想自己的书呢，大概应该销量在5000到1万之间吧。啊，对，然后这么悲观？啊不，我的书以前就是这样的啊。这种海德格尔概论这很难说，这种有时候是你搭上了什么文化热呀，或者海德格热呀这些，
对，因为我觉得我写作的方式呢，我觉得读者是不是越多越好，我一直存疑。事实上，如果你要说的话，我就一直没有那种读者越多越好的那种感觉，我就是没有。我觉得任何一种写作都有一个跟这种写作方式相配的读者量，这可能是对这个作品最好的爱护。对呀、啊，我给新知记写了一年专栏。嗯，你看在其他地方有专栏？没有，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嗯。为什么？又看到现在很多知识分子都在大众媒体上写专栏。对，这是工作性质不一样吧？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干我们这行的，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想法。一种想法呢，他就希望一些他认为对的观点啊、想法，希望能更多的人知道，能影响更多的人。一种呢，就是他希望他能够想的比干这行的人还要再多一点，想的再多一点，哪怕没有人知道他在，就很少人知道他在干这个活。我个人是比较那后头那种的。我这个这么说你可能不是特别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的意思是说，有的人画一幅画呢，他希望能够有很多的这个大家都喜欢；有的人画一幅画呢，他可能希望能够在这个画画这个行当中，他做出了一点贡献。他不是对公众做出贡献，他对这个行当本身做出了贡献。比如说他这种调色的方法，或者他这种构图的方法啊等等，他觉得他想做的这个，那他我希望自己是后面那种人。所以我对向公众谈呢兴趣比有些人要小一点。我不是说没有，但是比那些人有点小一点。那这个写专栏呢，他你也知道，到点要写出来，这是一。那它的字数就是那么多，一篇就是这样。那你在三四千字中要把这个话尽量讲明白一点。但是我以前的那个写作呢，可能就更自由，就说那我这2000字写完了合适就2000字，那个8000字那就8000字，那么正好就把这个题材放在4000字里面，不多不少就讲清楚。这个对我的要求有点高。我觉得也挺不如我自己瞎写，来的自由。那像您刚刚说的那两种人，那第一种人什么说他更倾向于说影响这个时代，对，然后第二种人可能会更想要影响历史。嘿嘿嘿，你说的好呀，影响历史，行。那讲到影响时代嘛，那但是每一个不管是艺术家还是一个哲学家，其实是活在这个时代的。那会不会有那种想法说我想要影响时代，改变这个时代？对，这个呢也可以从好多好多角度来讲你这个话。我觉得呢，一种呢就是离那个群众近一点，就是离那个听众近一点，然后呢你就比较容易施展你的影响。甚至呢到了极端的情况下呢，就可能呢就是说我完全的 catering to the audience， 就说我完全的就是顺着这个听众去说。这不就尤其对名人来说，这不就挺好吗？他又有名，然后他说的又都是我们平常说的，那可不就影响最大嘛，是吧？但是呢这个缺点呢就是说就是它影响是大了，但是呢它并没有改变那个听众的什么想法。就听众本来就是因为他说的投合了自己，他觉得特别来劲。但是反过来呢，如果你要是希望改变听众一点儿，那个我觉得就难度很大，你基本上不太可能成片成片，除非你用宗教这种宣道的方式哈，就是你用这种说理的方式，你很难成片成片的让人家改变什么。你可能是跟很少的人改变了很少一点儿，但是呢也许这很少一点蛮重要的。然后呢
逐渐的改变，大概是我没说清楚是吧？很重没头。换句话说，就是说，你越是对这个，你越是顺着这个听众，那就越容易施加影响。那同时也会被听众那边。同时就没什么意思嘛。公司最近一两年确实变成了一个就是骂人的一个词，有时候骂人会说啊你全家都公知这样，其实这个词到底是怎么变坏的？对，我知道一小点儿啊。理想中的公知是什么样的？就是您所理解的公知是什么样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概念可能是从左拉他们那时候开始产生的，是吧？就是本来呢，就是每个人干自己的那个活呗啊。然后，而且呢，本来读书人呐、这些专家呀、我说的画家什么这些，本来他也不怎么直接跟这个群众打交道，他跟那个，因为他那个时候有一个阶层嘛，社会是阶层社会，所以他是跟那个社会的比较高的那个阶层，贵族阶层。甚至教皇啊，跟这些人打交道。到左拉那个时候呢，就说理论上，事实上也是这个阶级社会基本，等级社会基本改成了这个所现在的所谓平民社会啊。这是一个大的那个转变。那么你要发言，你就不一定是跟那个贵族阶级也没有了。你可不要说话就跟这个普通。老百姓去说。那么第二就是他这种各个专业比以前更专了，以前就没有那么专。比如说以前写小说，像笛福是写小说的，但你不说他是小说家，因为他干好多事儿，比如说做外交啊做什么的，但他同时也写小说。但是到后来就一个人就成了一个专干这个的，这个人是哲学的，那个人是小说的，这以前也不是那样的，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产生公知这样的概念，就是说他本来是在干一个专业，但是他跳出自己的专业，对一般的民众说话，关心一般民众所关心的问题，去回答这种问题。这种我们叫做公共知识分子，本来意思是挺正面的，甚至可以那么说，就是 intellectuals 这个词儿，就知识分子这个词儿，就强烈的含有公共知识分子的含义，就知识分子这个词儿。所以一个什么在那儿研究什么一个专业的物理问题的一个化学问题，不叫知识分子的学者，对，他就是学者或科学家。就知识分子本来就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意思，意思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关心这种一般的。一般的问题。但至于这个公知这个词儿，公知分子变公知，然后变成了一个不太好的词儿，这段历史可能没有这有很多可说的，但是不见得适合我们在这儿说啊，是这个也挺复杂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呢，一个，我都不知道用个什么词儿。我喜欢用"读书人"这个词儿。我觉得一个读书人，他一定是关心某种所谓现实问题的。但是这个现实问题不是由读书人之外的人来定义的，是他来定义的。就是说，他关心的，比如说他关心的是一个生死问题，那生死问题当然是个现实问题。现在的这个公知所以变得不好听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他把这个现实本身做了一个相当任意的，和这个就是只有他关心的现实叫现实，你要不关心他那个现实，你就是脱离现实。他首先是这个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就用这种角度来切入问题。那当然我觉得这个角度本身就特别是值得商榷啊。是他如果用这个角度切入问题，会造成什么样？就现实政治问题，简单的说就是现实政治问题啊。那我觉得是这样的，就说现实政治问题呢，有些人
关心，这没有问题，是吧？但是认为这个现实政治问题就是所有读书人都应该 number one 的关心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很难接受的。普法战争的时候，歌德在写《东西方诗集》，对他没写这个普法战争评论啊，但我没觉得歌德做错了什么。最重要，最看重的他一种品质是什么？那人们都说的是太多了。那当然，最重要的品质是独立性了。特别是要有针对性的说，就独立于这个独立于官僚系统和独立于这个民众的这种舆论。我觉得这种独立性肯定是第一位重要的。否则读书人就没意思了嘛，就是说官家说什么你就说什么，那就不是个读书人了。要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民众都这个说这个钓鱼岛啊去打呀，读书人跟着煽乎，那我觉得，但如果你碰巧你的研究结果就是说应该去打，那我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否则你就没意思了嘛。那像有些知识分子，他会在微博上说，那钓鱼岛就是日本的，他反复的来传播这样一篇文章啊，或者是他通过其他的一些小微博来传播这种，他做这种事情。我觉得呢，这个事情呢，里头有两点值得说。第一点呢，如果他的确有道理，比如说他有历史证据啊，他有这个法理证据啊，我觉得那他的读书人本来就该干这个嘛，他这不是说那当然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属于咱们的东西越多越好，是吧？他也不知道，他可能也没想钓鱼岛到底是可能在哪还不知道呢，他就觉得这钓鱼岛是中国的。如果这个读书人他觉得他读了这书，他读了历史，他读了法理，他觉得这是日本的，所以我觉得可以说，你要不同意，你完全可以批评他呀，完全可以批驳他呀，他的证据不充分，什么引用的史料是错的，这有什么他可以说。但是比这个要稍微多一点，就是这个，我就是举的这个这次利比亚民众袭击美国使馆这个事儿，你从这种自由主义的态度来说，那我说一个电影导演，他觉得我可以批评穆罕默德，我就可以批评，是吧？这个只要我的批评不是谩骂，不是编造，我就可以批评。但是呢，现在呢，假设你已经知道了利比亚民众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你应该怎么样批评，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又说的糊涂了，是吧？就是从从理想的角度来说呢，一个读书人就是应该以真理为目的，以真理为目标，对不对？如果他要是认为这个钓鱼岛的确是日本的，他完全可以这么说，这是第一条。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之外呢还有一条，这倒不是说不能得罪群众，而是说呢，如果广大群众的情绪是如此这般的，就像利比亚的人他情绪就是如此这般的，那么你是不是要直接去批评穆罕默德？那像您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被传的特别多，您说我梦想的国土就是一条跑道，所有人都向一个目标奔跑，就这一句，就是他甚至会被当做一些比如说微博的营销账号，他会用它来获得粉丝呀，这样一种用途。就是您介不介意自己的作品被这样使用？我不介意，我除非这就是恶意的歪曲我或者什么之类的，因为是那样的，就说没有什么作品，没有什么思想是有一个标准解释的，我个人也提供不了。
当然我对我自己的想法可能前因后果知道的更多一点，但是我也蛮知道你话说出去文章写出去它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理解，这是作品和思想的命运。我早就粗制泰然。嗯，就是作品出去之后，对，那人家怎么？对，那是人家的事。对，你的确左右不了，左右也没多大意义。我觉得还不如继续去做你自己最擅长的事儿啊。嗯，那您在创作的时候呢，就是外部环境会不会影响到？嗯，不太多，不是太多。嗯，因为我外部环境不太多。总的说起来，我在想一些我已经想了几十年的问题，所以我主要是如果受到影响，主要受到我自己几十年以来怎么想这些问题的方式的影响。不太多，但是我会经常跟我的朋友们聊一些什么话题，然后他们的真知灼见可能会成为我另外一些想法的起点吧。我觉得有关怀的人又有两种了，一种人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这个也是一种社会关怀，但是作为这个思想界或者什么，我就从最根本来，我举个典型的吧，比如一个小说家，一个小说家有社会关怀，他一定现在就是写这个农村贫富差距拉大了，他就要有社会关怀。如果他要写一个唐朝的故事，就没有社会关怀，那不一定。当然了，我们这些电视剧的确是啊，那只是因为这些电视剧烂，对不对？他满可以写一个，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一直的在那想写那个唐明皇和这个杨贵妃，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社会关怀的人。但他觉得这个社会关怀就是用这个题材，他最能够体现他对这个社会和人性的那么一种关怀。那最后社会关怀是体现在作品中的，不是体现在你那个就什么话题得不休的。我觉得这是我是这个，我是在这个。那如果你要说一个做小说的人，或者一个做比如说电视剧的人，他做了那么多那些这个历史剧，当然了，就即使你跟这些人，跟这些写这些，我不知道清叫什么，清宫戏啊，他们的章或什么的，他们都说他们有点现实关怀啊什么之类的，但在我看来是远远不够啊。那您刚刚的意思就是说，就所谓的现实关怀，不是说你在谈这个现实的问题，就说你的现实关怀在于你表达是什么？当然。那您怎么解释一下，就是您刚刚所谓的现实关怀，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含义？您说的什么不是？那到底什么样的是？我觉得一个文，在这儿我不知道不能用读书人了，因为我主要想谈的是导演啊、画家呀、小说家、诗人，包括思想写作在内，他讨论的那个问题完全可以是外国的问题，或者是这个秦朝的问题，或者什么问题，但这些问题的那个力量、思想力量呢，是由他对现实的关怀培养的，是吧？就有那么，所以这种思想的力量，就这种现实的这种培养力量呢，我就没有怎么在中国的这个学术研究中看到，就基本上就是没看到。因此呢，我就觉得中国在我刚才说的这些几乎所有的领域，现在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有分量，可能有，就这种有分量的作品非常少。就是呢，因为呢，不能说就是因为，但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不能用他自己做的那个事儿的方式，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关怀现实。就他要么就是去谈论那些报纸上都在谈论的事情，这时候他在关心现实，
从这些事情一掉头而去的时候，现实就没有掉了。这样呢，我们的现实就变成了一个特别单调的、一维的这样的一个现实。但是呢，我们之所以我们希望有艺术家出现，希望有诗人出现，希望有思想家出现，他们并不能解决什么现实的问题，总体上。但是呢，他们的确能使我们的现实变成一个特别有意义的现实，变成了一个厚重的现实，一个有深度的现实，而不是说让现实永远就是变得那么那么转瞬即逝。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这可能说的不太对啊。那我要说，这个俄罗斯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诗人们、小说家们，他们造就了那俄罗斯当年那一百年的那个现实。那您刚刚说就是中国现在是没有这样的创作者，那他是没有能力创作，还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不这样做？当然原因很多，没有能力，这几乎不是一个回答的，几乎是一个结论，就不是对原因的探索。这个原因太多太多了。当然一个很基本的原因，在这儿我都不便说，我只是暗示一下吧。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中华文明精神的传统被这个拦腰截断了。是一个虚弱的思想时代。哦，这是公认的吗？嗯，您刚刚说的那个就是它的一个表现。对，这的确，你想想嘛，那所有的这个有力量的思想，它当然都是跟现实咬合的。而这个，那每天其实大家会觉得这个社会就是。为什么有另外一种感觉，觉得现在怎么什么想法都有，就各种话都可以表达，对，什么东西都有，就感觉特别热闹，然后同时你又觉得其实是一个很虚弱的，就是中间是什么样的？对，他就是说这种表达吧，跟他的那个跟他的存在关系不太大，是吧？所以这表达就来得特轻松特轻易，所以他什么就都可以表达了。我举个例子吧，那个这种也太多了。那边这扶贫，你说你把一个扶贫会议开到那个什么五星级饭店，这本身就你对这个扶贫的表达就变成了一个，首先你已经没有多大意义的表达。那你再比如说这个关于这个现代文化多样性的这些会议，有时候就是大家就是在这么说嘛，都坐着波音747，然后聚集到巴黎的一个饭店，然后就讨论这种那个对现代化的这种批判，这是很古怪，你知道吧？就是这种看法，就跟他的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观点什么之类的，所以。正是由于什么都在被表达，所以思想特别虚弱。这个我可以说举不完，我可以举不完。这个包括这些所谓这个去砸什么人家什么丰田车的这些人，什么拿面汤去泼日本人的这些人。我觉得这种叫做爱国，这种我完全不能理解一个人利用这种方式去爱国。一个人爱国就是要给中国人争脸面，是吧？你丢中国人的脸，你用这种方式去爱国，我是完全不能理解啊。但看你也不会就是特地的公开来说这个事。如果你要不问我也不说，因为我觉得这有人说了吧，我相信就一定有人说了吧，这么简单的事会没人说吗？不是，是这样，我是有很多观点，我也不在意我把这观点表达出来，这不是说我怕谁了或者怎么样了，我只是说呢，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那人人都能表达的事儿，我觉得就是如果我要是下棋好，那我觉得就谈我的下棋，你就不一定谈我的体操了。虽然我也做体操，也有点体会，但我那体会比谁都差，有什么可说的呢？是吧？
您觉得现在的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有什么问题？我都不知道啊，因为这个词儿你都在指谁？能举几个例子吗？因为这些人有很多人我都认识，那么很难作为一个群体说他们有什么问题。那不一样，那你比如像那个秦晖，是吧？是公共知识分子吗？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对，那看，那你举个算了，崔卫平算吗？崔老师。啊，那我觉得崔卫平太棒了。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但我就觉得崔卫平，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那部分，我可能接触的会少一点，因为他宣扬的那些观念，可能对我来说也不怎么新鲜。我不可能一个老头老去读那些东西，但是他的有些我读到的文章，我觉得那在国内的这种评论这电影啊，或者评论一些事情，那我觉得一流的文章，你要说公共知识分子都这样。那我觉得公共知识分子比什么知识分子都强。他是很接近您心中对公共知识，他接近您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的状态。接近吧。接近。如果你要把公共知识分子当做一个正面的词来用，我就希望。对，我就希望是崔卫平那样的，对。啊。是，有反例吗？有反例。反例，你像秦晖、崔卫平，这是公共知识分子；于建荣是公共知识分子吧？啊，那我也是挺佩服。但我对他，可能有些方面我不一定特别了解。事实上，肯定崔卫平肯定也有很多方面我不了解。像我还跟他算是朋友，但是就我了解的这些方面，我觉得都挺好的。至于，但我也听说有些什么网上的那些什么知识分子约人打架什么这些是不是有啊？这些呢我就耳闻，但他们那些人的东西我可能从来没读过，或者对，就真的从没读过。如果那些人是公共知识分子代表，我可能会对公共知识分子可能就兴趣不大。所谓的精英阶层基本没了。以前有吗？以前当然有了。那我们都是精英阶层的，不叫精英阶层就是精英人士啊。那绝对是啊，那有什么那个七八级基本就是云级的精英人士，这精英青年，那还不是人士吗？啊，现在都人五人六了，那时候都不是。不好意思啊，这个我。现在当然就很少了。这个，你看了我跟向京那个谈话，就是我们谈那个也没谈得很深，但是大致的意思吧，就是说至少你知道我是区分那个，你是知道我是区分，精英和成功人士的。是。对对，现在等到成功人士成了社会的一个主要的范畴之后，精英人士基本上就精英这个概念。基本上就消亡。但是一个社会的变化其实是非常需要精英人士在其中起到作用的。看是怎么变吧。看往哪变吧。往商业社会变，往技术社会变，就是由成功人士来领导。您希望往哪个方向变？我呀，像这些问题呢，可能这想法，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滑头给滑过去，还是说我的确想法不太一样。就是呢，我对以往的这个传统的这种，理解或者想办法理解它，总的说起来呢，不是希望现在的社会回到原来的社会。我知道他回不去，这当然这肯定。但您希望他回去？对，我这种希望呢，就我就不知道在这有没有滑头。我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点小希望，但是我个人自己想啊，自己反思啊，主要不是希望回去。我可能个人主要的是说呢，我们要把那个弄清楚了呢，就说将来这个社会无论怎么发展，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不是受任何人控制的发展，这都是嗜好啊，说的头头是道。其实那么多大人物，社会后来变成那样，谁事先知道的？真的，这个我可以跟你慢慢掰扯，我可以从最早的这个孔子、柏拉图开始掰扯起，没有那么回事，谁都不知道社会明天往哪发展，都是瞎说。所以呢，我们只能这么说，就说将来社会无论怎么发展，如果我对我们是怎么过来的，了解的比较真切一点，那么无论怎么发展呢，都比不了解那个往哪发展要好一点，这是我的基本想法。我用逻辑的方式吧，就第一呢，我不认为我们谁知道将来社会会怎么发展，没人知道。对，第二呢，这个，那么我们只能说，嗨，谁知道它怎么发展？第三呢，就是呢，但是我们对我们的过去理解的好一点和理解的差一点，会使得那个社会不论怎么发展，都是理解的好一点，那个社会发展的好一点，理解的差一点，那个社会发展的差一点。